只能那句话，排到我，排到我们这种顶尖选手，这种玩家都不会赢，不会去赢的话，那只能说确实差，真的是确实差。东岛，放松，伙计。有这么近十个野区，好像打不过。还不那句话，兄弟们，他留下优的颗粒也要听我指挥，好吧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什么鸡巴玩你的什么上单，然后再听他来叫我玩游戏啊？大伙你们动动脑子呀！一个顶尖颗粒 ARPR 选手，人家也要听我指挥呀。对吧？你大家懂用的，我跟你要上麦，他不听我的，啥都听我的。这种哥巴克力，我教你们玩，你们就听着就好了，王大爷。N P L 这人说啥？这种一区这种，不知道怎么臭鱼烂虾狗这说啥？你们这一个峡谷王者，整的怪抽象的。你有实力让你再狂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狂，我只是说了事实。我说事实让你觉得不舒服，所以说变成我狂了。我一点都不狂，我说的只是事实而已。如果这个事实你接受不了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听，好吧？但是我说的就是事实，人家又就听我的。我就说一个王老颗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。啊，只是说的事实，让你觉得我太厉害、太优秀了，所以说听得很不舒服。什么东西？有点优秀。这个陈家的家，他加点盐的话，我可能会死。我真理解不了，妈的，这颗粒这么恶心，还有妈的说。我为什么要搬下？我是真的有的时候好难理解啊！我真的有的时候挺理解不了。我也吃不了，因为这个劫六去了。
像我这样优秀的人。我又没有沾这个克烈的兵，主要你们说我沾兵把这个克烈搞崩了，骂我是真的，我可以理解到有的兄弟们的想法。但是我啥都没做，搁这里我是最 C 的人，然后还要被这种玩家恶心，就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这样子的吗？为了喷啊喷，太难受了。我觉得一点都不锐啊，他邱家也是他没有点精神险啊，我就要发信号就好，应该能杀，他死了。打对了就完了，不就上把对上把？你看这上路我帮了吗？对面给机会，让他帮我帮他，互相的。这是我看的。加油！这是河蟹，河蟹吃的。中路开始吃波蟹中，因为这波这个难道吃不了的？这波蟹直接吃了，那开始抓一波下路。这个上路骂你老狠，在分面前所有人都得跪下，骂老狠有啥用啊？骂老狠的他这把就直接还被野区丢人，也不说他要挂机什么之类的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这把人你看他会骂吗？肯定不会骂人，那我都这样子吧。放松伙计，我也是职业选手，兄弟们，虽然我只是个替补，但我也是职业选手，但是我比那种职业选手要厉害一点。我是青玉营的那个第二名叫什么，第一名叫状元，第二名叫什么来着，我忘记了。我是青玉营第二名，我就上了。我上哪推了？接着走运吗？板野，我是板野。
哟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我不，反正我觉得我打野在主播里面算比较排前的，不是说我的打野很牛逼啊，但我的打野是真的在主播里面算玩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手。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不要质疑我，因为我打游戏也没有什么多恶心，对吧？也不是说恶心队友，就各种那样的，好吧？大家那个一点，对吧？如果打游戏恶心嘛，你说我游戏可以，但我打游戏又不恶心，我啥都没说的。队友都再菜，我也不去打字去说他，除非碰到演员，可能就可能说骂他几句脏话。那些队友是真没办法，我都不会去说他的。知道吗？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吧。是的，但你可以，你相当于就是玩其他位置啊，觉得我打野厉害，想学一下打野。你不懂为什么这波要这样做，那不要这样抓，是吧？都是个相互学习的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他都塔子。跟职业选手比的话，确实还是差的很多很多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毕竟主播要想着怎么去排位打的让更多人吸引嘛，人家职业选手就是想着怎么比赛打得好，然后排位分比较高，对吧？所以说主播是主播，职业选手是职业选手，你不要拿那种职业选手、顶级职业选手跟主播比啊，主播又碰瓷不了，对吧？大概也那个一点，反正就不是一个相关的。如果可能有个打野主播玩的比主播厉害，主播也会去学习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也会去看的，是吧？也学会他打法呀，去学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的，比如这个主播突然啊，或者这个职业选手退役了。对吧？主播也会去看，有一说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厉害的职业选手我都关注了，斗鱼什么卡拉布啊，那些我早就关注，在人家没有成名的时候我就关注了，我都看人家，看人家录播什么之类的，哎，直接是污点了。